幺妹儿，哎，切画框木线条要用什么锯片？切画框呢，要用专用的画框锯，一般用的是这种比较薄的锯片。切割机一般用这种250、300、355的外径，然后尺叔选择这种比较密的100尺或者是120尺。偷偷告诉你，切亚克力也是用这种锯片哦。